陶笛、乌龟笛，对不对？吉他，所有的乐器都已经发展很多年。那这个是西元2000年发明的，在瑞士，哎，被瑞士的人他们去发明出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我今天在台中的文之声，这个是一个餐饮图书馆，我觉得环境很棒，带大家来看看。这里呢很安静，在这个山上，重点是它里面的餐点都很不错。哎，它里面是素食的，所以你是吃素食的朋友可以来这里。那你不是吃素食跟我一样呢，也欢迎来这里。这里呢，环境可以让人很放松，而且有水晶钢钵，然后现场呢有这个很多秘密，我待会再来分享好不好。我刚刚体验了水晶钢钵，然后体验了能量磁场，这个跟着磁场跟着能量流动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每个人现在尤其在社会当中，不管是在工作上、家庭上、事业上、感情上，大家有的已经头昏昏脑胀胀了，非常需要放松。那我觉得这里是让人身心灵放松的好地方，带大家各位来看咯。素食餐饮图书馆文之声，这边可以停，后面也可以停，还有狗狗陪伴你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。